今日有機會嚟到新城呢個舞台，好耐冇見，大家好嗎？亦都係因為 Thomas 呢個作品嘅演出，好榮幸可以喺個音樂旅途裏邊咧得到 Thomas 嘅作品。今日咧我揀咗三隻歌，有前輩嘅歌，有同輩嘅歌，亦都有自己嘅歌。主要嘅原因係希望藉住呢三隻歌喺短短嘅十幾分鐘嘅時間，可以俾大家感受到 Thomas 喺唔同嘅人生階段佢所展現嘅一啲筆跡。咁啱啱聽過就係 Eason 嘅《相信》啦，呢就係當時我自己新手之後入行嘅時候嘅一個階段嘅歌。當時聽嘅時候咧，都會聽到嗰種隱隱作痛或者內心嘅感受，但係到今日二十多年後再演繹嘅時候，又係一番嘅感覺，所以好感謝好多好嘅作品一路可以傳承落去。接下來要唱嘅咧就係自己隻歌，真係有啲緊張啊！反而點解咧？因為呢隻歌我從來都冇唱過，係因為 Thomas 今日呢個演出咧，咁我就重新去攞出嚟為大家去演出，送俾你哋。如果可能 fans 級嘅人會知道，當場。作品很多填詞人的作品，很多作曲人的作品，希望大家會願意繼續傳承下去。多謝你們送一隻比較久一點的歌，但我自己很喜歡，因為是很好聽的歌，是呂珊小姐的一隻歌，3650元。 Thank you。